这是一个不符合三维世界规律的物体，它叫做彭罗斯三角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方块，第一眼看上去还是非常的符合逻辑的，但是只要你空间感比较强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仔细看三个角的位置，你会发现按照正常的逻辑总有一个角是不可能连接起来的。如果你还是不能理解，那么请看一下这个莫比乌斯环。这个莫比乌斯环看起来有两个面，但其实它只有一个面，从这个位置出发到背后，再旋转过来，然后旋转到正面，再过来又回到起点了。莫比乌斯环是通过扭曲的方式让首尾连接在一起，但是这个彭罗斯三角它三条边都是直线，怎么可能实现首尾相连呢？如果刚才大的彭罗斯三角你没看明白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迷你版的，这条边是在底下的，但是这条边看起来是在底下，是贴着地面走的，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却是向斜上方走的？因为对应这条竖的边，上面这条边应该是凌空才对的，跟它有时候看起来像贴着地面走的这个现象相冲突了。那么右上方这个角到底是随着这根边凌空的，还是随着背后这个边贴在地上走的？咱们也可以重新看回到这一个大的彭罗斯三角，这九个小方块相互连起来形成一个彭罗斯三角，其实这个位置它是凹下去的，看一下这里，这里咱们再换一个角度稍微转动一下，仔细看，在这个物体上面没有任何一个是方块。很多人知道这个秘密之后，他的眼睛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咱们现在做一个调查，这个时候你还能看到正方体的请扣一，看到都是凹下去的请扣二。咱们可以到评论区看一下哪一类的人群多一点。好，那么问题又来了，这个小的彭罗斯三角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仔细看，我拿一根牙签从中间的位置给它穿过去，哎，这上面的这条边它到底是在背后靠着底下走，还是在中间凌空的？如果你认为自己想明白了请扣 A， 想不明白的请扣 B。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，仔细看，好，这个时候你看明白了吗？